大师，请。仪式感的有，这是给我的吗？你这样的料才配给大师设计。这个啥呀？好啊，好的，不能再好了，真的很好。就觉得这个设计整体你这一块这个作品的话，我的建议是、嗯、这边直接就不要雕了、嗯、原来的就拿那个泡砂机给它打磨光、嗯、然后这里边呢要给它磨光、嗯、让它局部里给它做个雕一点东西点缀一下、嗯、这个做里面我们本来想的是不是扣过来不好看啊，这样好看，这个太棒了，就是美的一塌糊涂。如果说你要那个的话，比方说你要么对，要么就把它锯掉做个底座，你要么呢让它稳一点的话，你又没有个什么东西把它给插进去也可以，但那样子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坏，你还是把它锯掉，锯掉以后这个东西太好了。然后这个你还有一个什么做法？嗯，这个不做好了吗？嗯，为了点缀它的意境的时候，你再可以另外雕一个什么东西，或者找一个什么东西把它装在里边，嗯，就会意境就会特别美。这适合做啥食材？嗯，题材的话，老神仙像你。对。就像一个老和，就像一个有个题材叫放叉图，放叉图就是一个大木头，烂木头在海里面飘、嗯、一个神仙坐在上面、嗯、造型也好、嗯、然后这边呢是要花点工、嗯、其实这也叫做，这不叫雕、嗯、你把它那个按照它的顺序，就是美感线条把它给雕好以后，把它捋顺了，然后再给它打磨好，然后再给它搞一个点缀，当然这里面也可以搞一个点缀的，具体做什么的话我再想想。好，这个就叫器，器就是文房里的摆件嘛，就是包括你如果说有的好的什么玛瑙石啊，或者什么玻璃珠啊，或者玻璃珠，什么琉璃啊，或者说比较珍贵的玉石啊，你放几个在里面，如果你说拍张照片的时候就特别美，放点玉啊什么的就会特别好，这就是一个气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东西应该会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在这个背面的话呢，这个背面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找两个就是雕两个字能够代表它的那个，比方说刻一个叫什么沧海一叉，上叉图嘛，沧海一叉，你这里写上这里，那这个就意境就非常广大了。那你这个能卖多少钱就看你的本事。我花了死贵了。哎呀，死贵。大师出手，那要配得上这个价位，不然的话不行啊，死贵那种了。的确是因为你这个料真的特别好，然后呢，你这件东西呢，就是一个是关键是设计。然后还有一个要化工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个面上的打磨，因为它这边你这边不用磨它嘛，它这边你一定要磨它，然后有个反差，然后说你这个红化泥的纹理它就出来了嘛，所以要花很多功夫在这个面上打磨，然后在上面就是用点线条，其实也是雕嘛，雕完以后呢就把这个线条捋的就特别的行云流水，上面就是行云流水，下面呢就是天然的皮革，对，一个名字叫沧海一叉，叉就是木字旁这个一个叉别的叉，这个够了，今天就这个了，这个型好啊，这个型好的、天然太好了。
做完以后，如果我在这里的话，我觉得你要叫他做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对，听见了没有？那我不在他也能做得很好。有没有压力？我不在他也能做得很好。那我在的话，我会督促他。对，就是要求比较高嘛，我们是不计成本的要求高。连着三天内都应该在这里吧。三天内肯定不止。哦，那行了，明天开整了。这个真的很好的，那这个可以去掉，这个可以去掉，这个不去掉的话就、把它调了放稳。去掉以后你就可以放稳了嘛。嗯。你这个弄完以后，如果你拍照上面找几个玉石，像那个籽料放在里边。因为它白的嘛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颜色，它反差就会特别美。要的就是这个天然的形哈、对，真的挺好的。这个料其实虽然是这样，但很结实，难旋啊，像这种形状的。这个回复成功。嗯。这个这就是文房器具嘛。就是摆在桌案桌上的文房嘛，应该多少点这种料的话，我看着才兴奋。因为它不是那种，就像刚才这个，不像这样子的，这个烂掉了，这个是没法弄。哦。这个没法，就是弄它里面打进去也比较多嘛。你这个基本上其实都是。硬皮革都是硬的，这都是硬的，特别好。硬皮革，真好，特别好。大师爱不释手啊，好料好创意啊。对，好的材料，因为大自然生成的，它已经完成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呢是人来完成，给它具备有人文的精神，这就叫天人合一了，是吧？天人合一就是这样子体现出来。